行嘞，车坐。啊，各位第35届的这个学员哈，大家高赞。哎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今仔日呢，大家坐一只呢，安尼凉凉哈，还真好哈。啊，但是真辛苦啦，今仔礼拜啊哈。安尼坐真久啊嘛，真忝嘛吼。啊，台湾的气候确实真热嘞吼，外口是30多度吼。啊，我是坐公路，搁坐计程的入来嘛，规身躯汗嘞吼，无行着路就规身躯汗吼。啊，袂歹吼，咱两台冷气才大台安尼吼。啊，开始的时阵吼，第一届、第二届到第十届吼，还无冷气呢，啊嘛无电风呢。吼、哦，迄下课了，规身有汗呢吼，啊，衫脱下，穿下拢水安尼吼，呀、哦，啊，所以大家较辛苦嘞吼、哦，今仔半步尔就煞啦吼、哦。啊，最近咱知影吼，即、這个有听讲啦吼、哦，美国即马就是讲要入美国吼。哦啊，有一个表要填，就是入境美国一个表哈、哦，叫做 I-94 这个表哈、哦，入境的表要填。啊，过去呢，但台湾入去美国的哈，迄、哦那个国籍难哈，要填中国台湾，哦，袂使填台湾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命令下来就是讲，迄个国籍难吼，你要填台湾，袂使填中国台湾。你若填中国台湾吼，就是违反诚实迄个填写迄个原则吼，即马变安尼啊吼。啊，即马奇怪了，日本也是吼，即马台湾人伫日本有居留权的人吼，因。每年还是每两年，要去延长这个居留吼。啊，即摆居留证的顶端，伊国籍难吼，我若爱写台湾，过去袂使咯，过去写台湾无要来接受，即摆拢爱写台湾。哎，即摆就是讲日本甲美国吼，因对台湾的政策吼，开始有咧改变，就是坚持吼。美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，哎、欸，啊，什么是一个中国？啊，一个中国就是北京迄个中国是一个中国啊，哈。啊，台北这个中华民国还、啊、是假的哈，伊也唔是一个国啊，所以就足清楚哈。啊，就跟你讲啊，一个中国就是迄边，啊，台湾就是台湾，啊，你即卖写台湾哈。啊，咱即卖。哦，国民党安尼教育啊60几年吼，啊，咱嘛唔知影讲，哎，啊，咱到底是虾米人吼？人若问讲你是虾米人，我，你上微博咧吼，会讲哎，我是台湾人咧，啊，话讲无啦，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咧吼，话讲唔是我中国人吼，啊，大家煞袂记讲是日本人咧，大家拢袂记吼，因为教育。就是甲咱讲吼，咱袂使做日本人吼，啊，咱来讨厌日本人吼。啊，其实呢，那照历史的演变讲起来吼，咱是较接近日本人啦吼。啊，你讲咱台湾人，迄是族群，族群讲起来咱是台湾人。啊，那国籍讲起来，哎、欸，咱毋是台湾人咧，因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咧吼。所以各位知影吼，啊，伫1895年有一个下关条约吼，下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吼，啊，中国这边叫马关条约，啊，这个马关条约呢，就是清朝啊甲日本相战相台，吼，啊，清朝战输。啊、因为交战国呢，要结束战争呢，啊，都要有一个和平条约，啊，所以定一个啊《马关条约》，
啊，这个马关条约呢，就是咧讲清朝呢，将台湾甲澎湖割让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割让予日本的时阵，这是领土的割让，啊，伫领土顶端的台湾人，嘛是咱清国人呢，啊，变作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条约内底呢有两党的期限。哦，带伫台湾的这人去选择，吼、哦，你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做清国人，互你选择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咱也无离开台湾呢，就是从马关条约开始，咱就是日本人。啊，但是这个日本统治吼、哦、台湾将近五十年，伫1941年，开始一个太平洋战争。啊，咱知影吼，啊，日本轰炸这个珍珠港，哇，弄个珍珠港密密麻麻吼，所以美国也真生气吼，美国就向日本宣战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吼、哦、开始战啊吼，啊，战甲日本哇真勇嘞吼，一个小国家战这个国家吼，战中国，战美国。啊，佮战一挂民军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澳大利亚军，吼、哦，啊，南洋遮军拢战安尼吼，啊，但小国总是资源有限啦，吼、哦，战到尾也无法度啊。美国呢，两粒原子弹，吼、哦，一粒弹落去加沙基，一粒弹落去希罗西马，啊，结果日本天皇看即个情势吼，毋通毋通佮耍来吼。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哈！弹来到的规个城市拢毁灭哈！啊，所以就接受无条件投降哈！啊，无条件投降的时阵呢，是1945年，啊，咱知1945年战争要结束哈，一定要有一个和平条约，这个战争才正式结束。啊，所以。在1952年，旧金山合约也未签以前哦，1945年，台湾犹原是日本的领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在1945年，这个马卡萨的第一号命令要求蒋介石将军，吼、哦，伊个叫做 Generalissimo 蒋介石个吼，蒋介石将军。代表来接受伫台湾的日军的投降，哦，所以当年开始呢，伫1945年呢，蒋介石开始占领台湾。啊，伊占领台湾呢，是明军的命令，哦，伊占领台湾。但是占领台湾无偌久呢，这个伫中国的国民党甲共产党话。伫这個太平洋战争了，开始拍起来吼，拍起来时，国民党一步一步战败吼，一直到1949年，哦，离1945、1945、1945年后吼，国民党无法度啊，拍输变啦，啊，走路啊，啊，所以伫1949年呢，蒋介石甲一群人呢。流亡还是逃亡来台湾吼、哦？啊，咱在1949年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因为旧金山合约也未签的，所以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蒋介石等中国走来台湾，啊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是中国走来日本的领土，所以蒋介石迄站呢，就是流亡来台湾。所以，这个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因这人吼，对台湾来讲有两重的性质。第一就是占领台湾吼，1945年占领；第二的性质就是流亡，伫1949年流亡来台湾。啊，这流亡来台湾吼，啊，伊是讲，我嘛是中华民国咧吼，啊，但1949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等于这个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消灭去啊，无去啊嘞，吼、哦！
啊，但是伊就是讲伫台湾继续呢，啊，话讲伊是中华民国，伊是代表全中国哈、啊，甚至呢，一直到现在嘛是还阁安尼讲啦哈、啊。啊，所以讲到这哈、啊，就是讲中华民国到底伊是毋是一个国家哈、啊？啊，中华民国。确实讲，伊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世界有两个组织，世界性的组织，一个叫做 WTO 吼、哦、，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吼、哦，就是世贸了滴啦吼。啊，一个是联合国 United Nations， 这两个拢是世界性的组织吼。哦啊，这个台湾呢，加入去世界贸易组织，就是用独立关税区，那反正区啦吼，其实伊叫做独立关税领土，哦 ，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哈、哦，伊是独立关税领土。啊，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土呢？就是讲国家甲国家咧战争的时阵吼。哦啊，那是战败的时阵，领土方占领的时阵吼，伊加入去这个贸易组织的时阵，就是变成做独立关税领土，就是被占领的领土呢，叫做独立关税领土，伊唔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真清楚，就是讲台湾啊是中华民国，唔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独立关税区。哦啊、世界贸易组织伊个会员呢，无要求讲你就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才能参加，伊无这个要求。但是联合国呢，要求讲你会员国一定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啊、所以咱无法度加入联合国，因为咱还阁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啊、所以。啊、中华民国这个物件，哎，到底中华民国是啥物换过安尼吼？啊，咱知影伫历史上有读讲，中华民国伫1912年成立吼，啊，孙中山啊打倒清朝吼，啊，成立这个中华民国伫1912，所以1912呢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年。所以，公元甲中华民国吼、哦、差11年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呐爱习惯用公元啦吼、哦、啊，卖用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因为中华民国含世界未接轨，无要紧哦。中华民国伫世界上无这个物件吼，是干那台湾卖用到咧画中华民国啊，其实无人知影中华民国是啥物吼。啊、所以咱唔好讲啊，你是民国几年生？唔是吼，那、哦、是公元几年生？所以民国甲公元差11年吼、哦。你民国加一个十一，就是公元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会记吼、哦，加一个十一。啊，所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一直到1949年，啊、共产党将中华民国打倒。哦，啊！1949年，中华民国无消灭啦，但是伊逃亡，还是流亡来台湾台北。啊，所以流亡来台北了后呢，照讲伊是灭亡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蒋介石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在野啊，已经是啊下任啊，唔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。叫做李宗仁哈、哦，啊，伊伫1949年，和共产党拍败了呢，啊，李宗仁就走去美国啊，逃亡去美国，啊，蒋介石逃亡来台北，逃亡来台北，伊唔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哈、哦，但是呢，过一年，伫1950年呢，蒋介石讲，啊，伊要转来做总统，啊，伊个叫做复行四世哈。哦啊，要回来做总统啊！吼，啊，真正就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哈、啊。但是这个总统
是伊家己好诶啦吼，并毋是总统吼。啊，咱知影一个国家干那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啊，所以中共呢，伊中央政府呢，就是北京即个中央政府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是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吼。中华民国伫台北呢？伊是伊嘛讲伊中央政府，但是伊是假吼，伊毋是中央政府啊。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啊，另外迄个政府是啥？就是咱咧讲的叛乱政府，还是叛乱团体吼？伊是叛乱，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，伊是叛乱吼。伊无要啊投降，所以叛乱啦吼。但是咱知影啊，一年前啊。马英九因吼有签一个《爱国》，含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和平条约吼，啊叫做《爱国》。你一个叛乱政府啊，甲一个中央政府签一个和平条约，这什么意思？表示讲中华民国这个团体呢，伊无要叛乱啊，伊要含。中央政府和平，吼、哦，伊不再叛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伊嘛唔是变作流氓政府啊，伊即摆变作啥？变作一个难民团体，是中国难民招来台湾的一个团体，吼、哦，伊无代表啥物，伊也唔是代表中国，嘛无代表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吼。中华民国安尼骗个安尼踅来踅去吼，啊每四年啊选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其实无这个物件吼，我咱兵啊过去吼，可能在座啊足侪人，我啊去攻桥啦吼，左选啦吼，哇出钱出力吼，啊武贵波啊人咧好康咧，啊咱咧老官咧吼，所以迄种唔对吼，啊即马咱知影。啊，有一个论述啦，吼，啊，这个论述较真清楚，吼，啊，台湾甲中华民国，啊，佫唔是国家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吼，啊，咱啊认识清楚，伊是一个啊难民的团体，中国难民啊，伫台湾，吼，所以伊唔是甚物总统，马英九唔是甚物总统啦，吼，咱在1979年，吼。这个美国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，啊，甲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，哦，无要甲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啊。啊，断交了后呢，啊，美国这个国会啊，有通过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（台湾 Relations Act）。《台湾关系法》呢？内底就讲啊真清楚吼，就是讲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，中华民国无要甲叫做中华民国，甲叫做台湾地理当局，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吼，就是台湾地理当局，所以伊毋是一个国家吼，啊，所以咱咧选的吼，啊，毋是总统啦。是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啦，吼、哦，伊是咧管咧台湾吼，啊，毋是总统，伊无遐大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马较渐渐较清楚吼，啊，就地理当局的一个局长尔咧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吼，就是讲一个国家啊，甲一个政府吼，有两个概念吼。啊，咱来清楚吼、哦，国家这个物件未变吼、哦，啊，政府会改变，一个政府被推翻，变另外一个政府，但是国家无变吼、哦。比如讲中国的啊，这个明朝吼，和、哦、清朝啊，拍倒淹倒，啊，明朝灭亡啊，变作清朝。明朝是一个政府的名称，清朝是一个政府的名称，
但是伊国家拢是中国，哦，无变。清朝呢，哦，孙中山拍倒，哦，啊，孙中山建立一个中华民国，这是一个政府，啊，伊国家的名无变，嘛是中国啊，哦，啊，所以1949年呢，共产党打赢国民党，吼，啊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，啊，消灭中华民国的政府，啊，伊国家由原叫做中国。啊，所以呢，民进党咧讲，吼，啊，是蔡英文咧讲，吼，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尼唔对，吼，这是足大的一个错误吼，因为你若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时阵哦，哇，对台湾真不利呢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政府若用消灭去，用引导去吼，打赢这个政府呢，会使接受你打输打败这个政府的一切的这个财产，一切的管理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若等于台湾的时阵呢，啊，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，伊会使接受中华民国，嘛会使接受台湾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哦，对台湾绝对足不利的，吼，哦，咱袂使安尼讲，而且是真错误的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中华民国对台湾并无主权。吼，哦，伊对咱扛起来吼，一点仔关系都无吼，哦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共对台湾无主权，台湾这个主权呢，哎，啊，台湾主权即嘛是走去倒位？台湾的主权呢，由原伫日本天皇的手内吼，哦。因为咱知影旧金山合约内底，这个日本放弃对台湾平和的一切管理，吼，哦，伊并无讲伊放弃对台湾的主权，伊无安尼讲，吼，哦，伊是放弃对主权的一切管理。啊，放弃这个管理了后呢，伊这个主权呢，游玩呢，啊，搁伫日本的手内，吼，哦，啊，但是咱知影，这个1895年这个马关条约啊，清朝甲日本订这个和平条约的时阵，伊条约是写讲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割让予日本，吼，哦，伊足清楚吼，哦，这是主权割让哦。啊，但是旧金山合约呢，伊是讲主权的管理割让尔，伊主权无割让，无放弃啦吼，哦，主权无放弃。所以台湾的主权呢，游原啊，佫是日本天皇的手内的吼。但是台湾的管辖权呢，伫旧金山合约嘛是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台湾的管辖权就是美国。啊，美国是甚物呢？伫合约内底，伊是讲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权国。对台湾的美国就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主要占领权国，伊对台湾就有管辖权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这么啊复杂，这么啊歹解决，就是因为你这台湾的主权伫日本天皇的手内，啊，台湾的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，啊，台湾实际上咧管理台湾的。佫是即中国难民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即问题变较足复杂的吼，哦，啊，所以无人要处理嘞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大家咧讲，哎，啊，咱美国那无要来解决台湾问题，啊，你美国来看，你台湾人大家咧乖乖咧，大家拢点点咧，无要出声咧，啊，当然伊就安尼拖落去啊，吼，哦，啊，假使台湾呢有30-40万人。哇，拢了解这论述啦吼，哇，这论述安尼吼，站出来30-40万人去台北总统府头前，你该站一礼拜、两礼拜，
保证中华民国绝对爱倒，绝对爱倒。哎，安那讲呢？啊，咱拢知影吼，埃及有独裁统治吼。哦，嘛真久呢，哇，四五十年的独裁统治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埃及人站出来，500,000人伫埃及的首都的广场，哇，唔呐几礼拜，站几个月吼，这独裁者就落台啊，就落台啊吼，就变成做一个啊平民政府啊吼，啊嘛带兵双固吼，啊所以无偌久以前，埃及嘛开始。一个民主选举吼，啊，这就是 people's power， 人民的力量吼。啊，告诉台湾人来点点无出声，当然美国就是照安尼直直落去吼，啊，不停的就是台湾人吼。啊，咱目前到即马呢，咱唔知咱是虾米人，啊，咱唔知咱的国籍是虾米吼，啊，咱变成做一个无国籍的。台湾人哈，啊，咱知影2006年，这个林志升先生顶了哈，啊，有200+个人去控告哈，这个美国政府，啊，这个顶官可能嘛内底有啦哈，啊，你台湾人啊去告美国政府，啊，这不是滚笑呢哈。你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啊，去告一个世界上强的国家的一个政府，欸，啊，你若无相当的把握吼，你干嘛？啊，你去美国法院，你要请美国律师呢？啊，美国律师，提美金呢？吼，伊毋是提台币哦，提美金。啊，所以你若无相当的把握吼，你毋敢去告吼。啊，所以这人呢？真正真勇敢哦，都告落去啊吼！啊，告落去，结果呢，伊是根据啥物去告呢？伊是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。《旧金山合约》是国际上正式48个国家所签的一个条约，你要遵守啊吼！啊，《旧金山合约》呢，就讲啊真清楚。美国对台湾呢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哦，主要占领权国对比占领台湾顶权的本土台湾人，你有义务保护。啊，所以根据这论述，就是讲，伫台湾顶权的本土台湾人呢，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。哦，根据这点呢。告美国政府，讲你无保护阮吼，啊，不但无保护阮呢，啊，阮变作吼，啊，无国籍，啊，无法度四国旅行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美国宪法内底上基本的这个人权呢，就是自由旅行的权利，我会当自由旅行啊，这是基本人权。啊，你要安那自由旅行，你也无证件，你要安旅行，啊，所以。美国呢，爱反乎伫本土台湾人呢，旅行证件，哦，这是最起码的受到美国宪法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啊，哦，就告这个美国政府。哇，经过3年吼，哇，这官司嘛拖真久吼，可能嘛开袂少钱啦吼，啊，这个官司吼。各位若有机会吼，网站可能会看得到这个官司辩论的这个过程吼，非常精彩吼，将台湾地位安怎演变吼，啊讲啊足清楚的吼，啊所以最后呢，伫2009年吼，美国的高等法院，伊就做一个判决文吼，啊判决文的顶端。伊是咧讲啊，这个告的这方面呢，吼，咱的论述呢，伊无法度甲咱挑战，吼，咱的论述是正确的。啊，伊也指出台湾过去65年来，台湾人生活伫政治内角内底，吼，啊，一直拢无
所谓的这个国籍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六十几年来，无有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啊，台湾呢，六十几年来，伫国际上、伫国际的这个地位呢，拢无确定，吼、哦，这个最高法呢，有这几点的结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官司呢。是成功，是打赢的官司啦吼。虽然这个判决文的最后呢，法院是咧讲，什么人还是什么国家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，这个问题呢，法院认为讲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。啊，所以美国的高等法院伊无法度出。做出判决安尼吼，伊是讲这个问题真清楚，是政治问题，啊，所以嘛，甲咱指出一条路吼、哦，台湾问题要解决，除了司法指出这条路以外，咱来向美国的这個、啊白宫、美国国会吼、哦、来争取台湾的这个地位的解决吼、哦，这真清楚啦吼。哦啊、所以这个官司虽然有很多人说啊，这官司打败输啦，安怎啦吼？其实无，唔是输吼，啊，予咱真清楚诶，这条路吼，咱会当来行呢吼。啊，即马讲啊遮吼，啊，我今仔日诶，这个主题就是讲，咱等日本统治咱个即马吼。远的莫讲啦，吼，跟1920年代到即马嘛，要将近几百年啊，吼。啊，但是台湾问题呢，并无解决，吼。啊，经过遮尼济台湾前辈，即台湾精英的即个努力打拼，吼，啊，咱并无，吼，啊，并无解决问题，吼。啊，1920年，啊是安那是1920年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日本占领台湾是1895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到1920年，我这嘛其中。啊，阁有30几年的时间吼、哦，啊，这时间台湾人做啥？台湾人是武装抵抗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最近一出电影吼、哦，魏德圣的电影吼、哦，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吼、哦，一出电影吼、哦。啊，各位毋知有看吼，啊无吼、哦，一出电影吼、哦，啊，我是看个安尼吼。啊，感觉真悲伤吼，牺牲遮尼啊惨重吼，对抗这个日本吼、哦，啊，佮知影人日本是一个正式的军队，啊，台湾人武装抵抗是德哥斗菜哥啊，菜刀吼、哦，啊，你是要哪赢？你无法度赢吼，啊，所以是白白牺牲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从1920年开始吼。哦台湾人甲讲我讲啊，咱袂使阁用武装抵抗日本，啊，咱来用这个啊社会运动来改变台湾人的头壳，改变台湾人的想法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佮等1920年呢，台湾一个社会运动呢开始安尼吼。啊，咱知1920年有一个新民会，吼、哦。伫东京成立吼，即那时候是1960年代、70年代，台湾人伫世界各国成立的东洋会啊，讲意思吼，啊叫做新民会。啊，1921年呢，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，即咱拢捌听的啦吼。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呢，啊是蒋渭水先生，伊是医生吼，啊林献堂先生。啊，来领导的吼、哦。啊，22年呢，
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成立吼，啊，这是林献堂先生吼，台中雾峰的这个林家吼，林献堂先生来领导的吼，啊，这个议会举行呢，那是民意啦吼，啊，主要是争取台湾人参政。参政的管理，台湾人参加日本，吼、哦，日本政府的这个政治，吼、哦，的这个运动。啊，咱知影林献堂先生是台湾五大家族，吼、哦，啊，台中雾峰的这个家族，吼、哦，啊，家人这严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开矿这个煤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严家，吼、哦。真济吼，台湾这个五大家族，啊，这个1926年吼、哦，台湾农民组合呢啊成立，啊，这领导者是蒋介石甲赵刚吼，啊，农民组合呢，伊这是伫屏东吼、哦，啊，早期屏东的农民咧种啥种甘蔗，吼、哦，早期日本时代呢。种甘蔗，然后呢，甘蔗卖给花社，花社将甘蔗呢送去糖厂制糖，啊，糖较外销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农民真辛苦种甘蔗呢，结果甘蔗卖给花社的时阵呢，花社称重的时阵，甲你偷这个重量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因就组织农民组合来保护因的权利吼。哦啊！迄当时啊，流行一句话叫做“第一公”吼、哦，种甘蔗回社帮吼，啊，就是安尼来的吼、哦。啊，1927年呢，台湾文化协会啊分裂吼、哦，啊分裂了后呢，因为文化协会伫迄个年代有所谓的左倾吼，左派的思想、右派的思想吼。哦啊，左倾，这个左右分裂吼，啊，分裂了后呢，有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，啊，所以是台湾呢啊第一个啊政党安尼吼，并不是这个啊民进党是第一个政党，啊，民众党是第一个政党安尼吼，啊，1928年呢，台湾共产党呢啊伫上海成立吼。啊台湾共产党啊，1930年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，哦啊成立啊，领导者是林献堂、蔡培慧先生哈、哦，啊这主要就是讲啊，台湾爱参加地方的这个选举，哦啊，家己来管家己哈、哦，啊所以以上这个社会运动呢。啊，主要是台湾人争取参政权，吼、哦，并不是要求要分离、要建国，吼、哦，并无唔是这個意思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迄个年代，台湾是日本占领，是日本的领土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要求讲，啊，你爱和我参政啊，吼、哦，我参加这个政治。争取咱的权利吼，啊，所以这个运动中呢，哇，真侪优秀的台湾人被日本政府啊起诉、判刑、抓关的，吼、哦，真侪人吼、哦，这是我是列几个啊尔吼，真侪啦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迄当时日本政府咧甲你判刑吼，拢、哦、判十几天吼、哦，啊是上加上加一个月吼、哦、关起来吼。哦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国民党来唔是咧，至少要十年，哈，关十年，吼、哦，你要查者吼、哦。啊，这人内底吼，咱知影偌好医生啊，伊彰化人吼、哦。啊，偌好医生呢，一方面做医生，啊，一方面写小说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台湾文学呢？该称偌好医生呢，是台湾文学之父，吼、哦，可见伊写小说，哦，写了真好吼，伊、哦、大部分拢写短篇小说啦，吼、哦，真好写哈、哦。
伊阁用汉文写吼，所以真无简单。伫个年代吼，啊，伊毋仅安尼做医生，伊即个阁真有领导的医生吼。啊，伊有一工呢，理工妹吼，啊，伊就将一寡小单摕起来看吼，规沓的小单吼。啊，迄个年代咱知影吼，若毋是病甲足严重啊吼，袂去找医生啦吼，因为医生。即、这个费用嘛，拿袂起啊吼！啊，破病啊，真严重啊！你无找医生，阁袂使，啊，阁拿袂起，啊，要安怎啊，签销啊！啊，医生啊，拜托咧吼，啊，有你签一下吼，啊，我若会当较甲你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李高梅吼，规沓的小单咧吼，啊，然后医生咧想，哇，这小单收倒转来吼，啊，今年嘛最好过年咧吼，哇，伊想真美咧。过天光哦，将这小单柜也烧掉吼，伊、哦、就不爱去收啊吼。伊讲伊去收呢，伊好过年吼、哦，啊，这房价可能歹过年吼、哦，所以不会收吼、哦。所以一个真有领导的一个医生，一个台湾精英吼、哦。啊，可惜呢，伊50几岁就过身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过身的时阵，哇，出葬的时阵吼。哦伫彰化遮市啊吼，啊街啊，哇，遮人拢，逐个拢出来伫街啊路边吼，啊咧甲送安尼吼，所以受着真尊重啦吼。啊，1934年代吼，就是1930年代，会使讲是台湾即、这个啊艺术文化的黄金时期啦吼，迄当时的即个艺术家。啊，油画家吼，非常非常的出名啊，非常的即、这个啊成就呢，拢是国际水准的吼。即马即个艺术家吼，拢鼎鼎大名吼，大家爱会记着吼。即个人呢，廖家村李就桥吼，颜水龙李梅秋杨三郎林波，啊，佫真侪啦吼。即个人吼。因即马一挂图啊，伫迄个年代图，即马伫国际上咧拍卖啊，毋是几千万呢，是上亿个呢。可见啊，迄当时的即、这个啊艺术的即个成就啊，都非常非常的悬啦吼。啊，因为我本身呢啊是画油画啦吼。啊，所以特别提起即件代志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太阳顶呢，是台湾艺术文化的一个主体性的表现。安怎讲呢？因为迄个年代，台湾的即个作品呢，爱送去东京，受到日本审查委员的审查了后，得奖啊，才会出名吼。啊，即个艺术家认为讲，台湾人的作品呢？台湾人来审，家己来审来审吼，毋免送伊个日本安尼吼，所以是台湾主体性诶物件吼。啊，所以各位若楼骹一楼咧食饭吼，啊食饭桌仔边仔有两幅图，迄是油画吼，迄是我画诶两幅图吼，吊伫遐吼。兼在各位无注意吼，即马食饭爱认真甲看吼。看安尼画了好啊，歹安尼吼，啊，这图本来就是讲，啊，挂遐若有人欣赏吼，啊，要收藏的吼，啊，摕倒去厝收藏，啊，这费用捐予民政府安尼吼，本来是即个意思吼，啊，可能逐个顾食饭拢无看图安尼吼，感谢感谢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吼。啊，我是生态建筑系，啊，我差不多10年前，我建筑都无做啊，吼，啊，我都怎啊转落去换跑道了，对啦，吼，变做油画家安尼吼，专门专业画油画啦，吼，啊，我的故事我阁真侪吼，若有时间来讲一寡我的故事，互大家听一下吼。啊，拄拄好讲吼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啊爆发，啊，迄个年代呢，
台湾人呢，家庭环境较好的，就去日本留学，遐读册。啊，伫日本留学了呢，无转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因同啊转战入诶中国诶华北。是安怎走去中国华北呢？因为日本伫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洲国。因为你成立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府啊，啊需要真侪人才吼、哦，啊所以即台湾人呢，转去中国的华北吼、哦，啊照即个统计呢，有四五千个台湾人去到遐吼、哦，啊大部分是医生啦吼、哦，啊即人去到中国呢，啊唔敢讲伊是台湾人吼，会讲伊是互相之间呢用白字哈、哦、白字啊来称呼哈。哦讲伊是台湾人吼，啊，但是这台湾青年啊，家庭环境较无好诶，哇，变安怎？战争爆发啦，所以日本政府来甲你顶掉，你来做军夫，这少年较勇诶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直到最后呢，就变做日本军派去南苗作战，吼、哦，啊，去到南苗呢，有几啊万诶人吼、哦，结果转来台湾啊。无几个吼，大部分拢死伫南苗吼，死啊真凄惨啦吼。啊，最后一、這个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后，哦，经过真侪年呢，啊，阁有一个原住民呢，啊，阁伫南苗啊继续咧作战，伊都毋知影讲战争已经结束啊咧吼，啊，秘伫墙篮内底吼，啊，几啊年我真熬咧吼。伫树篮内底有法度活一年吼，啊，结果佫活着，转来个台湾吼，即台湾原住民安尼吼。啊，1945年，啊，即个日本、台湾拢战败吼，啊，咱台湾嘛战败呢，啊，咱大家读到唔，拢无迄个概念讲，是台湾啊战败，还是占领，煞分袂清楚呢吼。咱战败，那迄当时是日本人，咱战败吼。啊，因为吼，伫这个 email 吼，有一个少年囡仔捌甲写批吼，伊讲吼，咧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啊，因兜伫台湾吼，受到日本的这个飞机的轰炸。哦，哇，你是对啊，唔对啊呢？伊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！日本的飞机去轰炸日本的领土，哪有可能？你读个歹去哦，所以就是讲，伊对台湾历史吼，啊，认识了无清楚吼，啊，乱讲一条安尼吼。啊，即个伫中国即个台湾人呢，啊，所谓的祖国派，哇，真欢喜要倒来接受台湾吼，啊，回归祖国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1947年。开始大屠杀吼，啊，这人就台啊吼，啊，结果差不多有20000的台湾精英吼，清杀去吼，啊，当然真侪人讲唔念啦，哇，你可能比20000人较济吼，啊，确实的数字无法度知影吼，啊，这台无死的清杀无死的这人啊，走啊走路啊，啊，要安怎走路呢？这个贾雪红、杨克红啊，因是台湾共产党。啊，贾雪红一个台湾哦，真传奇的一个女性哈。伊、哦、本身是养女哈、哦啊，咱知影养女伫迄个年代，无可能互你读册啊。你一个女性哈，嘛袂当读册啊，拢查甫去读册，查某袂使读册哈。啊，所以伊靠家己的努力哈、哦，啊领导。台湾的共产党吼，啊，最后呢，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吼，真牛吼。啊，伊安那走离开台湾呢？伊是讲上危险的所在，啊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啊。啊，所以就走单做高雄做营海军的军港吼，啊，坐迄个中国的军舰吼，啊，去到中国啊，甲跳船安尼吼，所以嘛真牛吼。啊，咱知影啊，廖文业婚姻人，这廖家婚姻吼，嘛真大一个家族，啊，这个家族啊了不起吼，啊，出生差不多六个啊博士吼，啊，廖文业本身嘛是美国的博士吼，啊，伊就是
走咱香港，啊，了走去日本，啊，伫日本成立一个台湾临时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对抗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嘛要甲掠咧，啊，伊人伫日本啊，你是要安甲掠？啊，所以国民党吼，啊，咱知影要求波足济吼，我掠你袂着，啊，我掠你兄弟啊，我掠你兄嫂吼，掠恁孙啊，吼。啊！恁大家族哇，财产足多，总没收吼、哦。啊！你的兄弟给你判死刑，你的一个弟仔廖书豪判死刑，啊！来个枪毙。啊！你要回来无？你若无回来，判死刑，啊！执行啊！啊！执行就是枪毙啊！吼、哦！啊！你财产啊没收啊！啊！各位，咱若是廖文下，啊，咱要安怎决定？哦，这天人交战呢！啊，但是要继续，吼、哦，为台湾打拼，还是要回来救这人？结果呢，廖文的决定回来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在台湾嘛，真郁卒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回来当然是历史上应该讲是投降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回来。电视足强的哦，啊！到尾回来呢，国民党会做石门水库的库长吼，管石门水库的吼，真有做一个朴树去管石门水库吼。啊，伊回来了后呢，伊一挂兄弟、一挂弟仔吼，廖书豪呢，死刑变无期，无期关三四年，甲放出来吼。啊，部分的财产呢，有刑的安尼吼。是国民党这部的啦吼，啊，咱知影苏明小刚吼，苏明和尚这么九十几岁啊，啊，搁为台湾咧打拼咧吼，啊，搁咧行街头发台湾独立吼，啊，伊当时国民党要甲掠吼，啊，伊嘛爱走咧，啊，伊安怎走咧？伊少年时代吼，真土样吼，啊，咱知影迄当时呢，屏东吼出产金蕉吼。迄当时金蕉拢外销日本吼，啊，拢等家人上船吼。迄当时的金蕉呢，用迄个竹篮啊吼，啊，放伫竹篮啊内底。啊，迄当时可能无起重机，啊，用人工吼，一人一人啊，举起船顶吼。啊，苏永先生呢，伊就揢着揢着困工吼，啊，通目体安尼吼，啊，就金蕉安尼规人安尼喊起来，卡只片啊吼，啊，就举起啊船顶啊吼。啊，爬去船顶了后呢，伊就眯在船舱内底吼，就眯起来吼。啊，船直直驶驶到日本吼，啊，日本伊就跳船啦。啊，日本跳船呢，哦，日本警察抓去。哦，你这跳船呢，啊，你要给他送回来台湾，哇，送到台湾稳死的哦。啊，国民党知影伊走去日本啊，哇，来发条公文给日本政府。讲这个人呢，啊，要给通缉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苏明啊真牛，伊跳船了呢，向日本政府申请政治庇护，伊讲国民党要给迫害安尼吼，啊，这条公文来说救着苏明呢吼，就证明讲啊，伊就是要受着迫害的吼，啊，所以温存吼，啊，这个苏明呢，躲到日本安尼吼，所以国民党救着伊安尼吼。啊，1949哈，啊，拄拄也讲哈，啊，蒋介石流亡啊来台湾，啊，1950呢，伊就变国民党佫活起来哈、啊，本来死去佫活起来哈，啊，伫台湾呢复兴四世哈、啊，变作中华民国，啊，开始白色恐怖，哦，啊，一直到1952这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、啊，古金砖合约签约了呢。
台湾地位呢，啊，被日本放弃安尼吼。1950、60年代，哇，即台湾精英呢，大家爱走啊，从30年代去日本相共吼，大部分拢去美国，啊，去日本留学，吼，啊，留学了呢，伫迄个国家就从事台湾独立运动，吼，啊，所以1956年。啊，这个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成立吼，啊，这一挂人呢，现在还佫伫咧吼，啊，这人民军呢已经过身啦吼，啊，五亲呢啊开始有选举，有省议会选举吼，啊，五虎将吼，啊，1964年吼，台湾人民自由宣言，啊，这是平明明先生吼，啊，佮因两个学生啦吼。啊，这个自由宣言啊，主要是贾聪明吼，伊、哦、学生啊，起草安尼吼，啊，平民民先生啊，有个改吼、哦，啊，伫迄个年代是反共大陆的年代吼、哦，啊，你人民自由宣言顶管话讲反共无望啦吼、哦，哇，这抬头多啊，我政策是反共，你甲我讲反共无望啊，这种掠吼，三个种掠个。啊，结果两个学生乖啊，平平平教授伊是国际上知名吼，啊，所以唔敢甲判刑，甲软禁。哇，软禁3-4年吼，伫因家吼，哇，平平平教授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安尼嘛危险嘞吼，唔得倒一工会互做掉嘞吼，所以伊嘛想要走嘞吼。哎、欸，软禁伫因家24小时，受着监视，啊，你要安怎走？嘿，啊，台湾人嘛足敖嘞吼，伊想出一步，伊安怎走呢？即摆当日吼，伫因家客厅的窗仔前吼，就徛倒来啊，徛倒来要创啊，互监视的人看啦吼。啊，都平教授都伫遐无走嘞吼，啊，开始流喙手，开始流头毛，哇，年久月深呢，开始变胡须的啦吼，啊，头毛安尼真长闪闪安尼吼。有一天呢，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哈、啊，这宣教师嘛是福州的咧哈、啊，啊，这个福州的宣教师呢，暗时来拜访平平明教授哈、啊，啊，了后呢，有一个福州的嘛离开啊哈，啊，结果离开的呢，唔是宣教师离开，是这个平教授，这福州的平教授离开安尼哈。啊、所以隔天讲呢，这个福州的宣教师佮徛到窗仔前，我感觉人远看，哎、欸，福州还佮伫遐吼，伊无走安尼吼，结果人已经走去到水电啦吼，真牛啊，走去到水电吼，有这个故事安尼吼，啊，这故事真的唔是假哦吼，真的，到尾最近吼，今年啦吼，这个Thornberry这个福州的吼，有出版一本册吼。啊，有公布了这个故事安尼吼，是真实的故事吼。啊，70年代呢，啊，咱知影有世界台湾独立联盟吼，啊，成立伫美国成立吼，啊，主要这些领导者呢，啊，即马拢伫台湾吼，啊，这个就是我啦吼，迄当时是主要这个啊，地平秘书吼，啊，这些人拢转来台湾呢。拢投入去中华民国的选举吼，啊，70年吼、哦，咱知影平平平脱离台湾，70年有一个气象的事件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啊，无法度讲这個故事啦吼、哦，啊，71年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被驱出联合国吼、哦，啊，这点大家爱清楚吼。哦一个国民党拢甲咱讲吼，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，这唔对吼。中华民国并无被驱出联合国，伊国语文写个真清楚，就是蒋介石啊，甲伊个代表呢，该驱出联合国。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席位犹原保留，但是伊个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即摆伫台湾一挂人话讲要哇要
重返联合国，啊，要用中华民国的名来拍摄。中华民国已经是联合国啊，吼，是蒋介石个代表方踢出去尔，吼，这大家爱清楚，吼。啊，了后呢，1975年，啊，蒋介石死亡啊，啊，1978年，蒋经国呢继续啊独裁统治台湾，吼。啊，1979年，哇，真个代志发生，这美丽岛事件发生，吼，啊，这人呢？这党外哇，中列吼、哦，啊，本来这个国民党的计划就是讲，这党外这人拢准备判死刑，啊，结果呢，就是这个啊，美国左翼啊，这阿琳达吼，啊，唔惊死吼，伊怎啊伫世界各国吼、哦，四国演讲，将这个美丽岛事件吼，哦，世界的人知影吼。哦啊，所以了后呢，国民党唔敢吼、哦，将这人判死刑，甲咱市民就甲判死刑吼、哦。啊，1979年呢，啊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啊通过吼、哦，这都多有讲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关系法将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地理当局吼、哦、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证明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。啊，1986年呢，啊，民进党啊成立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戒严呢戒毒，吼、哦、啊，一直到这个啊1989年，吼、哦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戒严了呢，因为道理上古都无危险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一挂人拢跳来选举啊，吼！因为选举有好处咧，不管你选调选无调吼，一票30块嘛袂少钱咧吼。啊，所以选举是有好康的吼。啊，但是咱唔好去攻击啦，吼！攻击即摆唔好做啊，吼！1990年吼，啊，即个伫海外即个独立运动的人开始所谓突破黑名单。哇，变动个台湾啦吼！啊，变动个台湾，这人呢，哇，拢道理双顾吼！啊，这个丹东山啦吼！啊，了后呢，我是这是1990年，我是1991年正月初一吼，啊，转来台湾吼，我离开台湾将近30年哦，啊。去上了呢，我走去水电吼，啊，摕到水电的政治庇护，变做水电国民了呢，我走去东京摕签证吼，啊，签证摕到呢，就转来台湾。啊，迄当时我去东京吼，啊，摕这个水电护照，请签证。啊，当然我无甲讲我是地主宅啦吼，因为。passport 顶管是写英文的吼，所以唔知我啥人吼。哇，你要签证都甲转来啊！好，我欢喜一个安尼吼。哇，这简单有签证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我无随转来，拄拄啊日本的过年吼，哇，足闹热的吼。啊，我20-30年无来亚洲啊吼，啊，所以当下伫日本七到2-3天，结果我签证的消息呢传转来甲台北吼。所以我回来到台北桃园，哇，打到台湾的土地，好欢喜啊呢吼！啊，结果呢，到这个过关的时候，给他冻掉了。他说你不能进来，我说现在不能进来。我这本护照真的呢，不是假的呢吼！啊，我签证嘛是你给我的签证呢，嘛真的啊，那不能进来。后来就叫那上司来啊吼，讲哦，歹势歹势，这签证吼。阮行政疏忽啦，吼，啊，错唔对安尼，我错唔对领导的代志啊，我都 passport 签证，我都要转来啊，我袂使，我甲冻掉咧，吼，我伫机场，桃园机场，甲冻了3-4点钟，结果呢，我4-5个少年呢，吼，拢穿个皮的夹克，吼，我外来就要甲摸起来咧，吼，我伫遐咪乌龟帮。一个武士吼，
三四个、四五个单甲夹起来吼，我直直走走走落去飞机顶内底吼，原机搁啊送转来，搁啊送到转去东京吼，吼、哦、我是足受气的吼，迄明明卡搭伫台湾的土地啊，啊我是台湾人啊，袂当转来，吼、哦、我哪有即款道理啊吼，吼、哦、我著决心讲安尼，我要用家己的办法吼，啊转来台湾。所以我伫讲迄年吼、哦、六月，经过六个月吼、哦，啊，我从桃园机场啊，转来台湾安尼吼，啊，当然是转来台湾，毋是摕我的护照，我都无护照啊吼，照台湾人的护照吼，啊，经过桃园机场我就转来啊吼，诶，伊阁毋知影我是迄、那个摕别人的护照呢吼。所以隔天呢，我就雇用记者招待会，讲我、哦、回来了哦。啊，你若要找我，哦，变啊找我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我想讲，哎，这应该无代志啊。回来家己故乡是咱的权利，吼、哦，这是咱六国的这个人权宣言讲啊足清楚的，这哪有代志？啊，结果国民党吼、哦，用什么呢？用国安法甲办呢？伊讲你是偷渡入境。啊，所以要办吼、哦，啊，过去则真侪人转来台湾吼，嘛、哦、是偷渡转来啊，四个月、五个月，一颗罚金，啊，钱罚罚来无代志吼，啊，但是我呢，甲判一年啦，吼、哦，哇，判一年，我就讲判一年，爱坐牢呢，啊，结果呢，佫家己爱关365天，哦，一天都无见呢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？伫台湾判一年，我坐伫台湾坐三个监狱呢。哦，头啊，甲掠去，掠去土城，土城含一个台人的关做伙。我这判一年是轻的呢，啊，台人的是七八年、十几年。哦，我著甲抗议呢，我讲你这恶政是安怎办呢？啊，轻刑啊、重刑啊，关关做伙哪对？我袂使，你要我坐房间。伊讲袂啦，阮都无一个人的房间啊。啊，你一个人关一间啊，若自杀吼，啊，阮就歹交代。哦，我靠惨啊！我外国拼到台湾自杀，哪有这款道理吼？我、哦、我要一个人一个房间啦吼、哦。我无偌久，甲通知讲，有啦，有一个房间你要去无？伫高雄燕巢啦吼。哦我是讲啊，互你关吼，啊无自由，我关伫台北高雄，相共意思啊。讲好啊，我来高雄安尼吼，所以甲刷去高雄燕巢吼。我已经房间个袂少人咧，普通时关十几个吼，干那我一个吼，食饭饱在房间安尼散步啊，真好势安尼吼。但是房间足旧个啦，迄地板也无小心落来吼，会落落去迄种吼。都所以伫高雄燕巢吼。我听讲台湾有啥物外衣间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外衣间吼，外衣间意思就是讲间甲无围墙吼，啊，暗时无甲你锁门诶，迄叫做外衣间吼。啊，你若你诶刑期伫一年以内吼、哦，你会使申请去遐吼、哦。我想讲，我来判一年咧，啊，伫土城关要三个月啊咧。我就剩七个月呢，我会使去咧吼，我来甲请咧吼，结果有甲准咧，所以佫佫甲送去台南县的山上乡吼，有一个外衣间，迄外衣间也真好康咧。外衣间内底吼有周休二日吼，你一礼拜两天会甲你放出去吼，啊你等于恁家洗洗咧吼，啊拜下较再佫转来报道，啊周休二日袂歹啊吼。啊，搁拜六礼拜吼，恁厝的人会使来看吼，啊，搁会使倒到缸仔内底安尼，吼、哦，遮尔好诶，即个外衣缸，啊，边仔都无即个台牛咧吼，啊，我搁有咧吼，吼、哦、外衣间，啊，伊当时伫山上乡台南县吼，拄拄咧选啥物县市长啦吼、哦，我是讲我着闲闲无代志咧，关伫遮，安尼我安尼算一个。县市长的选举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参加民进党的初选，这个县长的初选，台南县的，吼、哦，我
候选人有四个人呢，一个是现任的立委陈东山，一个是省议员贾三星，一个是成功大学的教授姚德全，一个是我关在内底，我没有人选的吼。啊，你是要安怎选？人大家拢会当出去运动，啊，你伫内底要安怎选？啊，我拢利用透早吼，要食饭以前，啊，走去敲电话，伊要一支电话吼，啊，去邮邮票。啊，伊当时的选举呢是党员投票的吼，啊，邮党员安尼吼。哇，结果四个人内底吼，啊，选第一名是我嘞吼。哇，代表民进党要来选啊吼。哇，结果伊选办法呢做卡手，选办法甲你讲，你即个执行未完毕吼，袂使登记做候选人。哇，结果差两天吼，我是讲好啊，啊都选一个意思的吼，啊袂当选我就退选啦吼，所以我宣布退选。陈东山起来选吼，陈东山高票就当选做县长吼。啊，其实唔知啦吼，我当时若做县长吼，可能即马嘛咧关咧吼，伊凊彩甲你变一空，你嘛走袂去咧吼。啊，即马九一年哦，有只代志发生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九六年啊，李登辉是第一任的民选总统啦吼。啊，两千年吼，啊，变啊做总统，哇，真欢喜吼！哦，我当时嘛足欢喜的咧吼，走去总统府头前吼，迄、哦那个总统就职典礼安尼吼，吼也欢喜个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较知影讲，所谓民选总统啊，无法度呢正名建国吼。哦你无法度将中华民国改一个名，啊，通过一个宪法，啊，台湾就变成做一个国家。国家唔是安尼来诶，吼、哦。国家有诶主权，啊，主权诶解决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即个国际法诶解决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变啊，讲正名无法度吼，即马家己互拍来乌落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搁咧关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遮拄拄有讲吼，即、這个林志雄先生，即个2006年抗美的即个代志吼，啊，会使讲即个 Richard Hutto 吼，即个何水源，咱个翻作何水源啦吼，其实伊名是 Richard Hutto 吼，啊，甲林志雄先生定因即个论述吼，即个论述。是1945年以来吼，到目前为止吼，上正确的论述吼，啊，伊阁经过美国法院的这个验证，所以这个论述是真正确吼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若要等于呢，这本册爱买600块尔呢吼，内底真侪论述吼，等于爱看吼。啊，各位，这论述你呐？有法度了解一半吼，我想你就会当徛到遮做讲师啊吼，所以啊认真去看一本吼，内底真济值得咱知影的一个论述啦吼。啊，拄拄啊有讲啦吼，就是依据旧金山合约吼，啊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依照美国宪法，啊，咱本土台湾人应该享受。美国宪法的保护，啊，所以最高法院呢，啊，伊的判决文就是甲咱安尼写吼，伊讲过去60几年来，啊，台湾人民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，这政府咱也无个承认嘛吼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一个。确定的这个地位，吼、哦，这可能讲啊真清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最后伊是咧讲，啊，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，吼、哦？伊讲这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就
将这个案呢，给搁置哈啊，咱咧讲是驳回了哈，也是搁置用忍耐的哈，诶，这个立案安尼哈，这是经过这个司法的演变啦哈，啊，所以讲到即卖时，啊，到底美国从1945年到即卖哈，伊拢采取所谓的模糊政策。Ambiguity policy 哈，模糊政策哈，啊，要跟你，无要跟你讲清清楚，伊是主要占领狂国，哈，啊，中华民国是代理占领权，哈，代理占领，伊拢无要讲哈，啊，随在你安尼哈，啊，因为安尼继续演变落去，伫台湾啊，继续向美国买武器呀，买武器唔是讲哈。贵用的吼，会算刁的吼，所以美国有好处啊，继续安尼拖来吼，继续模糊政策有好处。啊，美国若承认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时阵哦，你台湾唔免国防，美国爱甲你保护，吼，你唔免开这钱吼，啊去买武器，咱会当改善咱的生活，啊，咱的台湾主地。啊，唔免做兵，吼、哦，有遮个物件吼，啊，咱受到美国保护，咱会使自由进出美国安尼，所以美国无要叮当啊，啊，啥物人爱叮当？咱台湾人啊，啊，你无叮当，美国哪要叮当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目前训练到第35期，啊，2000几个尔嘞，吼、哦，你台湾几啊千万人吼。哦咱若有法度上万的人起来吼，美国爱叮当啊，无叮当袂使啦吼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来靠咱家己吼。啊，咱转去，咱亲戚50爱讲，啊，朋友60嘛爱讲吼。啊，即台湾即论述爱继续讲，继续传出去，吼，有较侪人了解，较侪人会当站出来吼。啊，为着咱家己的权利，咱来徛出来吼。啊，这就是人民的力量，人民的力量就是台湾人的力量吼。啊，这就是唔忙在座各位吼，唔是一两个人有法度安尼画吼。啊，我留几分钟的时间吼，啊，看各位有啥物问题啊，要来交陪，要来分享的无吼？啊，若无呢？咱就可以休息吃饭了，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好，请说。那当时日本他们怎么是教给那个蒋介石，那也无教予台湾人安尼啦。是日本战败吼，伊无管理教予什么人？是美国吼、哦。啊，美国迄当时呢，整个太平洋战争伊战区非常宽吼、哦，但中国东北个战争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日本啊，南洋吼、哦，包括即个 Australia。遐大一个区域吼，无可能美国去接受这个投降啊，啊，所以就分派。这个中国南北一部分是苏联占领吼，啊，台湾的平湖是明军指定，蒋介石占领，吼、哦、是明军指定的吼，啊，所以结果呢，指定一个贼仔对哇，啊，咱无法度的，所以。指定伊主要吼，因为台湾人甲中国人伫即个，毋是讲血缘啦吼，伫即个人种讲起来较接近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甲你拗讲，啊，你台湾就是中国个吼，伊直到即嘛，伊嘛讲台湾是中国个，啊，其实中国甲台湾一点仔关系都无好啦吼，啊，即咱家己爱清楚吼，耶，啊，佫有其他问题无？好来，我姓陈吼，
咱台湾省吼过去吼、哦、对这个台湾独立吼、哦、这主题吼足清楚嘛吼、哦，啊，照讲起来吼、哦，这台湾独立人士嘛，过去甲即卖咱所了解嘛足济嘛，啊，是讲他今仔有遮好个迄个法律个理个法官伫遮，啊，他敢若咱台湾省来遮咧论述尔，啊，其他也来遐人咧。是不是会当邀请来？是不是力量更加大？哦，请咱解释。这个问题真好啦，哈、哦！因为过去伫从事台湾独立这人，哈、哦，嘛真优秀啊，哈、哦！留学美国、日本，这拢留学生博士咧，哈、哦。但是因的论述，哈、哦，前半段拢足正确的，哈、哦，这个。台湾安那被占领，啊，蒋介石安那流亡来台湾，哇，拢讲啊足准的吼，啊，讲啊尾啊吼，怎啊无尾去？安那讲呢？尾啊变作安那呢？变作中华民国伫台湾吼，啊，伊有这个民主的选举，啊，这个民主选举就是台湾人拢有参与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就承认中华民国啊。就是台湾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些台独运动者，尾仔我来承认中华民国，就是拥抱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唔对啦哈、哦，这唔对，啊，是安那因这款想法哈、哦，因为真济我个看哈、哦，比如讲咱伫报纸特别有看到，李晓峰教授，哦，伊头啊讲啊足好啊。啊，尾仔嘛，像因为台湾有这民主选举啦，吼，啊，咱怎啊变成做一个国家啦，吼，啊，卢秀莲伊嘛安尼讲啊，伊讲咱有选举啊，吼，啊，但1996年咱有民选总统啊，啊，所以台湾就是独立吧，吼，唔是，这样唔对，吼，因为独立的一个国家干涉着主权的问题，啊，主权要哪处理？唔是讲你选举了，主权就你的，唔是这個意思，吼。啊，这人因为别安那讲，大家学者吼，拢认为家己的想法较正确嘞吼，啊，无一个认真去讲吼，啊，甚至在讲，啊，林志升啊，做台湾独立运动无几年安尼，啊，舞我一片山吼，真唔甘愿吼，迄款心态还嘛有可能啦吼，林志升先生伊。特别咧讲啊，可能遮个独立运动者吼，行出房间吼，啊，煞毋知要安怎出来吼、啊，变做这个情形吼、啊。啊，但是我是讲不要紧，因遮人吼，啊，因的想法吼，啊，要甲改变真困难吼、啊。咱即马就是讲，从这个论述讲予一般台湾人了解，因为各位是一片的白纸。伊甲讲的时阵，伊就真清楚啊！吼，啊，这人已经是他看来有一个固定的想法吼，你要甲改变真困难啦！吼，也无法度改变吼。啊，这真侪人拢有一款想法，讲啊，这人若规个话来，啊，毋是声势也较大，啊，有影啦！吼，啊，事实上无法度安尼吼。安尼还阁有问题无？啊，无说了，咱来食饭啊！嘿。安尼感谢大家，感谢哈。吃起立，今日老卡吃饭。